学长，你可以分享你的网络给我吗？我流量没了。嗯，你没网路了？好啊，你把手指插在鼻孔里，然后说："伟大的 senpai，请赐予我网络。"大小啦，不要就算了哦。伟大的 senpai，请赐予我网络。好啊，我借给你。干。哎，需要密码多少啊？8152024322。大小，讲太快，再讲一次。我只念一次。哎，学长，不要客气啊，当自己家。阿娇，啊？借我插座。哎，学长手机忘在这里耶。真的哎。哎，我们来换一下桌布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密码是生日吧？1118。哎，错哎。那你用你生日看看。怎么可能是我生日啊？哎，希望这一篇超好笑的，你看。妈的烂网路！哎、欸，阿九，这关帮我过啦，好难哦。啊，转租吗？哦，这个很简单啊，你只要把……我懂了，谢谢。不会。